那是动物吗？哦，有多恶啊！这东西到底有多长啊？哇哦！我以为永远出不来。拜拜。7×31是……哦，这东西真难哎。嘿，想看我的笔记？哇哦！看到伦敦，看到法国，看到美眉的小裤裤。感谢博我一笑啊！这太丢脸了，但我这些要怎么拉拉链啊？要是我拉得住，喂，真没用，拉在一起吧，快可以了。我正式放弃，你们最糟了。只要伸进去，等等。好像在拉了，耶！再多一点，胜利属于我。啊！我错过整个考试，真不是我的日子。我为何坚持要留这个啊？啊！重大时刻即将到来，它就在布帘后面。对，啊哈。是说 ，Oh my God！ 各位好不好啊？我来了，他好帅啊！我会昏倒，像 IG， 爱你哦，这肯定会爆红。下个换我，我好紧张哦。我是你的铁粉，帮我们照。说摇滚。对，好看哦。那是一毛。好看。对，再来，手举起来，就这样。等等，哪来这堆毛啊？我活像只毛怪耶，一张都不能碰。你是最糟的摄影师。没比零食配音乐更赞的了。呜，哈，已经吃完了。哎呦，看来我还有啊，是我不好啊。搞得一团乱。上工了，吸尘器。得出去喽。最糟的上学日，终于可以放松了。啊！嘿，亲爱的，好哎，都跟我讲。啊哈，那他说了什么？太瞎了。那你怎么说？对。哦，谁来帮帮我？耶！这餐厅不错，还有最好吃的汉堡。我有听说。等着看甜点啊。其实我有点子了，搞定，完美的一口，这约会蛮顺利的，吃饱比较容易专心。有点不太对耶。得去洗手间，我马上回来。糟糕。要出事了，拜托要有空的。哎呦，感谢天！哎呀，松一口气，真不错哎。状况解除，再想想，我还是有个大问题。这画面可不妙，他在里面干嘛？好无聊啊。太夸张了！幸好完成了，怎么不能按呢？我
不想弄断指甲，差点忘了，我有指节。当然，又蠢又乱的客人，以为我想整晚待在这儿啊？大家哪儿去了？好像没注意到时间，又来。怎么了？等等，我在哪？我被绑架了，绝不能在公车上睡着。我要怎么办？我有锐利的指甲，终于有好用的时候。耶！我要来走了。那是谁？他们要进来了。谁来救命？救命！啊！救我！只是做梦，真是万幸。指甲晚安。我不想念书。兄弟，咋的？这周末溜冰对吧？啊，享受奇观的帅哥。你看看，他们视线离不开我哎。你们在讲什么？不，喂，他挂了。不，帅哥，去哪了？你怎么下得了手啊？那是意外，保证是这样。我没有想吓到你。哼，这日子终于到来，包裹现在应该到了。我还有地方要去。啊，哎呦，我受不了这样等。有人在吗？到了，真不敢相信。嘿、hey, ，有你的包裹。你只要做一件事，最底下签名。哦，呆，需要笔吗？我这个用的不太好。稳住，稍等我一下。哦，时间宝贵啊，小姐。不。你跟谁俩呢？抱歉，我要是握得住这蠢东西。耶、嗯， yeah, 好了。感谢主哎，谢谢。我薪水应该多领一点的。这称得上人民吗？我不能拿这回办公室，我会变成笑柄的。我不干了。好了，指甲，重大时刻准备好没？谁需要刀片呢、啊？我进去了。哇哦，它很美吧？再会喽，长指甲。你懂长发的挣扎吗？或者长指甲麻烦正中你心怀？跟老铁们分享影片，分享欢笑。看过这些没？订阅频道，你才不会错过。